和男人一起打游戏，他竟然带我去当老六。开局依旧选择空投基地，还是被打了呀！哎呦，老六牛逼，超爆他多秒！在后面的一波冲锋被后面的老六直接带走，我真是服了你个老六！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主题了，找我严哥当老六去。现在我们也是落到一个仓库，前面飞机有人，我们头顶上也有人，看一下我严哥怎么指挥我的。燕子跑不掉啊，来我这，我这边有个老六，一老六地方，快，就两个兄弟们。燕子打吧 ，OK， 我靠，这点会牛啊！不能，你进左边，我躺着，进来的是。哎，那我就在这等你吧。哦，这竟然还有个老六点，我醉了。现在就是江台公钓鱼 ，OK， 听脚步，我们的鱼儿来了。我靠，拉手雷了哥！我靠，真慌，我们这是嘿，他又掐了哥。这边有人要去支援他了。我注意了呀，我全程都没有动过，怎么一直往我这边扔手雷？不过他看到严哥跑出去，应该不会往我这边继续扔了。扔你们两个了。现在严哥他们两个的位置比较尴尬，我现在也不能着急，着急的话出去肯定白给。对方有危险，我们要等待时机。啊，严哥有火。我秒一个，我秒一个。什么牛马？牛逼！怎么说，这个位置就是人尽皆知吗？过来就扔手雷，在这边溜完之后，我严哥又带我去对面仓库溜人，太离谱了。我们头上落人了，别动啊！嗯，我这边来人，别动，趴下！我这边来人了。你在吃啥？小林在吃啥？我吃鸡翅，然后杏鲍菇炒肉，然后麻婆豆腐。哇塞，这么爽！鸡翅，我最爱吃鸡翅了。这哇，这家的鸡翅绝了，真的。哎，你们的生活真是多姿多彩呀、啊！里面还有薯条，可好吃。不像我天天只能吃一个菜。 OK 呀、啊，人都到脸上了，我们队伍还在讨论吃什么，真是一个下饭队伍。能看到刀的完了，看到我了，杀杀，在我这儿，真就是什么都不怕，就怕老六有技术啊！兄弟们牛不牛逼？吃饱喝足，该干活了。我们去把身边的脚给我打了。有车来了，真是疯了吧这一队！这么说你很勇、啊。我操！上刺刀，上刺刀！最后也是成功配合队友拿下本局蛋糕。